funk it.强哦！我的妈呀，怎么那么强啊？但，您下一位貌似也是Popping，你可以先出列一下吗？对。
伊德他是属于台湾的最好的一个 popper， 经常会参加一些国际上的一些比赛。你先旁边先待会。音乐。选手有 popping 的跳的有他们两个强的话，你们就留下；没有的话，离开。哎，没人离开。如果今天是我，我会默默的离开。太强了 ！Oh my god！O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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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y god！ 两个我觉得都应该给毛巾，两个真的太强了。Oh my god！ 都给，两个都给。一起。给两个。都给。两个。两个。我剩下不多了。Battle 吗？哦。Oh my god！ 我的人生为什么要被控制在这里 ？Oh my god！哎，观众朋友们，如果你是我的话，你会给毛巾还是不给呢？嗯，我比较喜欢你，我比较喜欢你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对，就是因为他是真的，我觉得他懂 popping。嗯 ，sorry。赵伟，我其实是你的粉丝。哦，是吗？我看你的纪录片开始跳舞。哦，谢谢，感谢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其实老实说，今天我状态不太好，对自己不太满意。但是今天能见到罗志祥，用我的舞蹈在他面前表现出我的感染力，也算是给我的一个对他崇拜画一个小小的逗号。老实说，绿色那一套的选手，他一开始跳的东西有让我觉得哇，很炸。但是我看到旁边那一位，我想说。
技巧，嗨的过程像保留永久，脑袋一直找着出口，水心里面泡的温泉，于是飞得越来越远，星星海参冲个音浪，自由穿梭在地平之上。看了他大秀嘛，觉得哇，就是那个抛太炸了，非常震撼啊！现场那个感染力让我就是觉得，哎，易烊千玺真的很棒。有请黄子韬。有请韩庚。韩庚老师真的很棒，我没有动摇我身体所有想法。有请罗志祥。
Get up, brothers!
看了他大秀嘛，觉得哇，最后那个抛太炸了，非常震撼啊！现场那个感染力让我就是觉得，哎，易烊千玺真的很棒。有请黄子韬。 比较出乎我意料吧，因为我以为是四个人里面比较不会跳舞的。有请韩庚。
厉害，厉害！韩庚老师真的很棒，我没有动摇我心里所有想法。有请罗志祥。